位朋友啊，大家好啊！听这句不知会忝无？小弟啊，姓弟名碗哥啊，今仔日甲这一段落雨。细汉的时阵，遐囡仔甲因家，伊生足侪囝，发一大堆吼。等下再去看相片，遐囡仔当真有感情。啊，结果当一寡教授啊，有诶袂，阮要走来甲买树啊吼。啊，看着遐囡仔讲真喜欢，啊，就安尼半腰半斜坡啦吼，啊，半高墙安尼吼，啊，想要买遐囡仔。爱就是用这個来讽刺一种。用这个简单讲，拄啊无卖，拄啊袂使的款吼，这种来讽刺啊，即因迄个高压吼，啊来强迫人人民做一寡无爱做的代志吼。啊，这是林良哲所写吼，啊，这个是林良哲的最后遗作吼，伊要做兵之前，含泪交代我，这条歌一定要给他处理得非常的好，他才会安心的走。啊，我做到真好，臭干净。伊就有些有趣味趣味啊吼，啊，随想用趣味方式来讲一项无好的代志，上厉害啊吼。听看下，无慢慢处理。要开始唱了。